神明的馈赠降临于世。信仰使神的子民重获新生。神曰：勿听，莫要让外界嘈杂的纷扰搅乱了自己的心神。神曰：勿看，莫要让污浊的景象蒙蔽了自己的双眼。神曰：勿说，尔等吐露的污秽言语将会给善良的人带来苦难。神岂是如是到来？此乃神的旨意，此乃人的意。